现在将红线和内线分开，我们学的是丝内。你看那个老师穿的多丑啊！你视频中的人，我丑啊！你敢说我丑？哎，你挡着镜头了。啊，好。然后呢，从这边穿过去，拿了吧。把线分开以后呢，挑出来。哎，怎么挑不出来呢？你要用手挑，知道吧？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。你看，通过这里上来，然后这样缝。咦，好神奇，对不对？左边红，右边绿。Yes。这是月饼里的那个青红丝儿吗？这个啊，这个青椒炒辣椒。青辣 style。放点肉丝，肉丝呢？我又饿了。肉丝，肉丝在船上。快快快，赶紧分开，分开，分开！好，别录了，别浪费你流量。